就现场展示一下，不用有压力啊。这嘚瑟一个吧，好不容易来一评论一下你刚才的舞蹈，跳的是不错的，但是现代舞啊，特别重要的一点，它是力与美和节奏的结合，你的美是够了，但是力量不足，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总是怯场的笑，跳着跳着就不好意思了，我觉得这主要跟你男朋友一直在打击你有关系啊。对啊，他老是打击我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其实舞蹈那种自信在台上那种绽放是，只要我站在这儿，别说什么群舞独舞，世界就是我的，我就是世界上跳的最美的人，你没有这个自信的话，你的舞蹈就大打折扣了，这一点主要怪你身边这个男人。哎，我发现不会跳归不会跳，耍嘴耍的还是很高。艺术评论是这样。哎，秦月是你平时就爱打击朱姐是吗？你其实心里是，我看到你那眼神是满满的欣赏和赞叹啊。没有，我主要怕他骄傲啊。啊，你怕一赞赏多了，别的男生啊盯着危险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